主料，米饭100克，鸡蛋1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泡菜、胡萝卜、蒜苗、臊子、青菜、蒜苗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各种材料，将胡萝卜、青菜、蒜苗清洗干净，一枚鸡蛋加盐调匀，炒熟盛出，将上述洗好的辅料切成碎丁备用。热油倒入蒜苗、泡菜、胡萝卜翻炒，加入精盐，倒入青菜，适量生抽调色，加入臊子2勺，倒入米饭，小火将米饭化散开，倒入炒好的鸡蛋，混合均匀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